好，例题五的话，他说哈，四球通过 A 啊哈 ，A 呢十五了哈，啊，且与什么呢？椭圆 S 平方哈，加四 Y 平方了哈，等于180。那你把它画成标准式啊，哦，标准式就是180分之 S 平方嘛，加多少呢？180除以4多少？180除以4，4是16，4五20，这45分之呢 y 平方等于呢一。好，那么它的那个通过这一点哈、哦，它的什么呢？切线方程式哈、哦，你就把斜率找出来了。哦，这斜率的那个特征方程满足这个方程式 ，S 零，使得平方嘛，减掉180。对吧 ？m 平方减掉2倍的 m，s 零 y 零 ，s 零呢 ，y 零呢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再加上多少哈？加上呢 ，y 零平方减掉45，y 零的是25嘛，减掉45，对吧？它就等于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解这个方程式，这个啊。这是180负80 m 平方嘛，减掉多少？这是100 m 嘛，减掉多少？减掉20啊，等于零。我把它除以多少？除以20，四 m 平方嘛，加多少？四除以20嘛，二五得10，五 m 嘛，它再加上一等于零。这样是不是比较快，对吧？哦，这个值得记啊，这个公式记，哦，这个是蔡老师的独家的料理。OK， 一然后负，对吧？哎，是正的正的，所以 m 等于多少？等于呢负四分之一啊，或者负一啊，好，这样斜率就找出来了。好，那斜率找出来的话哈，那么它的那个。切线方程式的话就有两条嘛，对吧？那这两条是哪两条？我就是说带进去嘛 ，y 减5等于负四分之一 ，x 呢减10啊，啊，另外一条就是 y 减5哈、哦，等于那个负一嘛 ，x 减10啊，哦，所以呢就是多少呢？交到相乘的哈，四 y 减四五二十嘛，等于负 x 呢加10，所以这是 s 加上四 y 等于30，一个方程式，对吧？再加四 y 等于30嘛，一个方程式嘛。啊，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，这个的是移过去嘛 ，x 加 y。好、哦、啊，负五减十，等于15了，对吧？我知道负一过来嘛，负得等于10加5是15，所以加 y 等于15。现在有问题。